该省的省，该用的用，不要为了省把这个该投资该投入的这个人员去这样部分。议员严胜冠十三日痛批，悠游卡公司是肥猫窟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又在爆料，他们200多人人事会算计，那都算算150万。对此，戴季全金说，人事费平均的确接近150万，会做结构性调整。其实本来公司运作，它就跟人体一样，不要贸然减肥，那都很危险。大家好，我想减肥一年。等等，柯市长有话说啊，减肥要一年，那表示操练不够努力。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高能补助给慈善机构。你爆料，我捐款。